题组十二，文书处理的应用。第二题，文书处理。首先，开启 Word 档，版面配置，边界，自定边界，上下左右，均为三公分，横向，确定，插入，页首，选择空白三栏。第一栏输入日期及时间，选择中文台湾，西历，考试当天日期，确定。第二栏删除。第三栏页码，再来插入页尾，一样选择空白三栏。第一栏准考证号码，第二栏考生姓名，第三栏座号。题本有要求字型，因此全选字型，中文字型新姓名体，英文级数字型为 Times New Roman。大小10，确定。F4，复制刚刚的动作。接下来插入物件文字档，丙级检定用档案。题组12，将属性改为所有档案，选择 TXT 档插入。B 是有段落，因此在每段前面插入两个井字号。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的地方，各输入一个。接着，常用取代，抱歉，取代，输入尖尖的 P， 这是空白键，全部取代。再输入井字号，取代为空白键。段落，第一行输入标题，接着补打文字。考试时考生应自行输入，但是这里由于节省时间，我直接复制贴上。接着全选字型，中文字型新姓名体，英文数字字型为 Arial， 大小12，确定。接着段落，对齐方式左右对齐，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两次元，行距固定行高18点，确定。首先从第一行标题开始改起，将空白键按掉。题目要求16点字大，斜体往底至中，和题本相像一点的话，将固定行高改回单间行距。接着第一段没有要改的地方，第二段补打文字，将字型改为标楷体。第三段、第四段，斜体、底线。第五段，刚刚甲的部分应该要按井字号，但是刚刚没有按到，抱歉。因此，再次点选取代。
取代，并将甲乙丙字形改为标楷体，并且设置栏反面配置栏其他栏，选择两栏，插入分隔线，确定。这边这应该在后面，因此缩排两次元，确定。抱歉，改成凸排两次元。左缩排两次元，接着斜体，这段没有要改，最后这边改为两栏反面配置栏其他栏两栏分隔线，确定，并将这些前面有数字的字形改为标楷体，最后滑鼠放在上面，常用取代，将半形刮弧改为全形刮弧，接着插入图片，在第二段的地方插入图片，并且检定用档案题组12。首先自动画环改为矩形，题目要求高度与第二段等高，宽度七个中文字，并且加上框线，没有要求框线，但是题本上是用双框线。旁边的字数不要这么开的话，大小及位置，再来这里去插入一个表格，插入表格手绘表格，五行，五列，合并储存格，合并储存格。并且拉动表格，
将上面的字对齐，让它刚好一点。接着，插入内容，表格内容。插入物件，文字档，贴 B 档，将这些一个一个拉上去，但是过程我直接跳过。接着，存取整个表格。字型，抱歉，先选取对齐储存格至中，字型都改为标楷体，英文数字字型改为 Arial。接着，这里分散对齐。分散，但是这里存取起来。表格内容，抱歉，段落可以往里面缩排一点。目测0.2公分，让它往内一点，好像有点不太够，改0.3公分，32。接着，齐数也一样。一样改段落，这边段落符号不见了，因此再按一次段落，第一行位于两次元，固定行高18点，确定。这边有点不平，因此全选段落，中文样式，中文印刷样式，这里允许标点符号溢出边界，弄掉。抱歉，再移一下表格的位置。最后检查一遍，从前面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、第四段、第五段、第六段表格，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这边发现这里要使用斜体，确定都没有错了以后，储存档案，一样 C 槽。测试结果，榜名为考生姓名、座号、
储存，这样就完成了。